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10月13号星期二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要恭喜双鱼座的朋友们，我们有机会得到一些意外的财富哦，可以好好的留意一下。射手座的朋友有机会跨越自己心中的恐惧，来迎接新的挑战。摩羯座的朋友在工作的场合可以好好的发挥，让大家都看到我们的实力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双子座的朋友们，最近手头太松了，千万不要这个乱花钱。金牛座的朋友小心吃喝过度的话，会引起肠胃的不适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金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2，颜色是白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黄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6，颜色是橘色。